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中观经论》，那么在第245页第二段，啊，也就是我跟法之间，啊，也就是我跟什么？我所就是法，对不对？啊，那分成三个部分，哈，一个呢就是我与我所呢，它是相依相助的。啊，我是依着五蕴和合而安立的，我本身是能依，啊，那五蕴就是我所依住的，啊，那这个我比较顺于什么？普特伽罗我有没有？普特伽罗我，啊，所以依蕴立我，啊，像依蕴立我来讲的话，哈，在独子部还有说一切有部，它比较依蕴来立我的这个我。比较讲在普特伽罗的我，哦，第二种呢，我与我所呢，那么圆了，哦，我透过这个我来圆着我所而去了别了我所的一切法来说的话，那么众生没以能认识者为我，啊，哦，这个叫做依事来立的我，因为。透过认识的话，是不是要跟我们的意识的事要能够结合在一起啊？哦，所以能够去了别的出来的这个主体是我，哦，那主观所缘了的呢，那么就是所谓的我所，哦，我所会有我，啊，哦，就是透过事来依事立我啊，哦。第三个呢，就是我与我所执取的。一旦看到直取，会不会想到哪一个？萨迦耶见，有没有？我们刚刚是不是直取是，也讲到了萨迦耶见呐、啊？萨迦耶见哈、哦，我与我所直取啊、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茶杯，我的身体啊，是那以身体跟茶杯来讲，会觉得是我直取来的，所以这个我比较是萨迦耶见里面的直取。直取啊，所以呢，佛陀啊，佛法里面所说的无我所，比较侧重在什么？萨迦耶见，在破除我们的萨迦耶见，哦、啊，我与我所呢，那么必不相离啊，啊，其实我跟法之间哈、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后面哈、啊，待会儿也会讲到，哦、啊，所以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哈、啊，这个在我们现在还是讲在第245页的倒数第二行说，如果有我的话，必有我所，啊，有我所呢，也才会有我。我与我所，我与法之间其实是不无法相离的了哈。所以无我呢，也不会成为，如果没有我的话，也不会有我所哈。所以要知道，所谓的。我的定义哈，它不但是真实不变独存，所以那个我们很容易会落入什么真实不变独存，有没有？那这个真实有时候我们就讲成那种，如果在有情众生来讲，就是那种主宰的特质。好，所以呢，从有情的这个萨迦耶见来讲的话呢，特别啊会在所谓的这个主宰的这种特质上面。哦，所谓的主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很自由、自主的嘛。哦，宰呢就是想要去支配别人，我们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啊？啊、哦，我们希望我们是自由而能够支配别人，哎，这个就是一种主宰的意欲啊、哦，自由自主而想要去统摄其他的，那其他的就是什么？我所，哦。那换言之，我们往往都是依在实在不变独存的法我性来引起绝对自由意识里面的萨迦耶见，对吧？哦，那为一切依自我为中心而发展出了所谓的自爱、自慢，啊、哦，乃至于无限私欲的泉源，也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源，有没有？萨迦耶见是我们生死的根源呢、啊。萨迦耶见就是以自我为出发的嘛，啊，所以呢，会不只是我们的这种我见，其实还会引发出自爱自慢，
乃至无限私欲，这个我们读了唯识就会知道是什么，贪吃我见慢相随，有没有？是不是第七意识的我，那个习气的我也会跑出来，有没有？贪吃我见慢相随，所以这有，那个贪也就是自爱啊，贪爱的心嘛，慢心是不是就自慢呢？那还有以自我为主哈，这种我见，无限私欲。无限私欲应该在是我贪的哈，这个自爱等于是这个我吃，因为爱之后的吃，有没有那个爱取的爱是不是在惑里头啊？哎，其实在惑里面呢，就像我们对自己自我的爱扩展到我们家庭的团体里面的爱的这种爱呢，处理的不当是不是也是我们的？那个愚痴的来源呢？会不容易得体呀，对不对？都以自我为中心嘛，所以也会是我们什么生死的根源，萨迦耶见这就是萨迦耶见如果我们能够去悟了缘起的话，知一切都是相待的缘起，缘起法是不是相依相待的？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嘛。所以它会是变异的缘起，而且是无自性的缘起嘛。仅为一个似依似常似有的人生与宇宙人生。那个中论里面讲的不依不异嘛，不长不断。所以导师用似依似常似有啊，不生不灭，是不是？是因为讲在法性空慧里头，所以用不。那我们看到的现象好像是存在的，好像是一样的，好像是恒常不变的，有没有？所以导师用的字真的都非常精准，这个是我们凡夫看到的，叫做似依似常似有的宇宙人生。那实际上并不是实际上是什么？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出的宇宙人生才对啊！那是不是才是真实的现象啊？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有依有异，对不对？有长有断，有生有灭，有来有出的宇宙人生，所以导师这里用似依似常似有，也很好，因为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对不对？是凡夫看到的，好像是这样子的世界的现象啊，那其实也唯有在相对的变动的缘起因果当中，才有世俗假名的自由啊。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透过相对的是什么现象嘛，对不对？然后深入到什么变动的因缘，缘起因果。当我们说深入因缘法的平等性，它是不是也是变动的啊？它是习习不断的在变动的，然后现出什么世俗的世俗的假名嘛。我们所用的这些名相，说实在只是为了方便沟通啊。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无有定法的啊？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动啊？我们要去理解变动，乃至接受变动。其实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以为主宰性是自由的，其实我们发现根本无法主宰啊。我们想要获得那份自由，其实我们是获得不了的，对不对？我们一直希望家里人都要随我的意念来做事，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在团体里面，我们都我说一就要是一，说二就要是二，可不可能啊？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在追求那种自由，其实是错的。我们一直很想自由自主的去主宰别人，去支配别人嘛，实际上是不可能，有没有？因为性空的缘故，是不是佛陀一直教我们要去破除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特性啊？那其实我们说，在相对的，在我们很容易落入相对的两边。
要能够不落二边，那就是要深入因缘法。深入因缘法，知道因缘的平等性，其实我们才那种平等性，才让我们获得了自由。哎，为什么呢？因为在涅槃极境当中，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在变动当中，无常里头，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是不自由，都是被束缚的，被生死束缚吗？对不对？被生，是不是被生灭束缚啊？被时间、被空间束缚啊？好，唯有透过了因缘法的平等性，才能够进入所谓的绝对性。所谓的绝对，就是说它已经没有现象的对立，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身心如何安住？安住在向上，是不是无法安住啊？靠山会倒，靠人会老，对，靠在向都没用啊！依靠在向上是不是都没用？为什么？因为所有向是不是都是无常的？包括我们自己呢，还是无常？那怎么办？我们所要依靠的就是因缘法的平等性。《金刚经》是不是就讲的这样子的啊？须菩提长者请教佛陀就是这样嘛。我们发那么长远的心，要成佛的道大心呢，那是多么长久的事情，而生生世世要不断持续，对不对？佛陀就叫我们要安住于什么正法？何谓正法呢？就是因缘法的平等性，叫做正法。啊，也透过平等性，其实我们身心才安定下来，才安顿下来的。能够安顿才是一种自由。我们安顿不了，是不是一直受到束缚啊？哎，起伏躁动不安，都是受到了束缚才会起伏躁动不安的。哦，所以要能够离却实我见，而成为无我智，有没有？所谓的智慧是从无我来的嘞。哦，要离却实我，实我见。我们一直在追那个实有的自信嘛。哦，那个是其实是不存在。哦，所以呢，所谓的智慧要怎么转呢？要从有我转到无我，从法相转到法性。转到法性是不是都要用否定式的符号？也都是在否定什么？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所以我与我所相关。那么知道我是无自性的，我所也就不可得啊。我所的这个法是不是也是性空的啊？也因为性空而不可得。哦，所以中论就讲，若无有我者呢，何得有我所？既然是无我，是不是就是必然无我所啊？所以才能够达于我空跟法空。所以呢，本来没有什么难易分别啊。如果以大乘法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是通彻一切法啊？我空其实也建立在法空上头啊。既然所有一切法空，那是不是我也空啊？的这个空是性空的意思，的空不是我相也不见了，那就会很着急了，对不对？哦，错误的认知就很难去深入到甚深的法义嘛。好。所以呢，如果从缘起性空中论啊波瑞来说的话，其实我空法空是不是都是一切法空啊？一切空啊的这个性空，它通彻一切的缘故嘛。哦，所以比较不一定要去分我法你啊，或者这个我空或者法空，我执或者法执，比较不去分啊。既然是法空，其实我也空啊。好，所以呢，这里说不悟啊。因为不悟一缘假有的这个性空，我空跟法空呢，就无法知道嘛。啊，如果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来讲的话，那么来观我，其实就会知道观我而知道我空，观法也能够知道我法空啊。好，那佛陀在经典里面啊，不断的在说无我，啊，可以依声闻法而进步到啊广明菩萨法。我们就说那个值是不是一样，只是什么量的不同嘛。啊，我空跟法空是不是也是值一样，量不同？啊，
那在大乘佛法里头，尤其论点当中，像中论啊，这些每每都是先观法空，有法不可得而观我也是空，我空我法空，二者的原理是不是都一样的？因为它通彻一切嘛，通彻一切，以大乘的论点尤其初期大乘龙树菩萨的论点是不是都这样论呢？透过我法空，自然也是会是我空的。好，那这个以上所说的呢，其实有三个部分这里在倒数第二行在讲一切，对一切法上面只有自性，叫做什么？法我见。与有情上面说普特伽罗我见，从自身当中只有自性实我，叫做什么？萨迦耶见。现在这三个见有没有觉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画个图就会知道了，对不对？这法我见是不是最底层的？再上来就是普特伽罗，再上去才是什么？萨迦耶见。萨迦耶见，三者是有关，有相关性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中道的实践呢。实践里头，所谓的中道，是不是就是要根据中观呢？中论来观。所以在观上，就是我们思想观念一定要清楚正确，是很重要的。因为意业是不是领导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啊？所以这个观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这三者，对不对？是不是有法我见然后有这个普特伽罗我见，到萨迦耶见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什么？只有自性，有没有？具有自性妄执的缘故嘛？这是不是无明的泉源呐？那么我们如果执普特伽罗有自性，就会执有萨迦耶见。因为有普特伽罗，是不是就自然就会有萨迦耶见的产生？如果执法有自性的话呢，那我执也不会没有有法执，我也是法的一部分嘛，对不对？是不是也一样会有我执啊？所以以中论来讲的话呢，从一切法空。就会去破除我执，是不是也可以破到我执来啊？所以龙树菩萨也讲乃至有蕴执呢，尔时有我执啊。因为这个我是不是有五蕴来？我若执了五蕴，那么就会执我。那如果能够通达自我不可得，那么无我即无我所法的实有的自性也就破。所以小圣呢，他不广观一切法空，直接从普特伽罗我来知空，因为一旦从普特伽罗我知空的话，那萨迦耶见是不是就会怎样，就无法就没有所依了嘛，对不对？所以这里说虽然单刀直入，但是因为悲愿不够，世俗的智慧不充，所以每至于会停滞于实有真空的二谛阶段。实有自性，以为那个空呢，是真理讲的空，叫做偏真，有没有？他是不是透过偏真而证空啊？叫做真空，但是他离不开实有哦，他是离不开实有自性。小圣他是实有自性而偏真，偏到什么？空上头有没有？前面我们是不是讲到有偏缘声闻法是不是偏真呢？那菩萨法怎样？圆中嘛所以呢，以空性来讲的话呢，它是平等的，是不执我的自性，也绝不会去执法的有自性。那依中论来讲的话，先是让菩萨广观法空，然后归结到我空。先从一切法空，然后再反观到自我。既然所有一切法空，我也是法当中的一部分，
是不是也我也空，我是性空，法也是性空，对不对？法是不是也包括我啊？其实也包含我，我也是法当中的一部分嘛。好，那以观无我无我所为证入空性的不二门。好，也就是因为观无我，也就是归结我空嘛。观无我所的话，就是什么广观法空。好，所以这个都是证入空性的不二门。如果去广泛的去广观法空，而不能反求诸己的话，那么所能所的执见就不容易去泯除。所以呢，我们说在观广观啊，广观法空，是不是也要反求到自己来，知道我空？哦，所以必须要反观自我本空啊，到自我本空了。因为在我空法空来讲的话，是不是我空更重要了？当菩萨法它还因为量的扩大，所以它还必须要法空，对不对？那若以声闻法，是不是我空就能够无我就能够怎样，就能够解脱嘛？哦，那以大以菩萨法来讲的话，以中论为主。以声闻法是以阿含为主啊，哎，那么其实也有他们的相辅相成的地方，他们的交集会在于无我。好，但是呢，中论其实是把阿含能够扩大，把它讲得更圆熟，还是根据阿含来讲的哦。哦，大圣是不是还是根据阿含来发展的？啊，因为大乘佛法的法源是不是来自于阿含？啊，因为导师呢，啊，也帮助我们知道说，哦，大乘佛法的法源跟声闻法、小乘佛法的法源是不是同一个啊？不然以前也会觉得说，哦，因为大乘瞧不起小乘，小乘认为大乘非佛说，是不是两边一直在吵，一直在对立状态？那为什么会对立，会吵架，会有所争论，会以为不同法源？那就麻烦，哎，但导师是不是一直帮助我们去知道，这个都是同样的法源啊，都来自于阿含哦。阿含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展现什么无我，对不对？由无我而扩充到什么性空，对不对？这个之间它是相通的，啊，但是到了性空，它是不是比较那个架构更圆熟一些？更周延一些了哈。好，所以呢，真的，如果我们理解哈，能够读懂导师的著作的话，其实在菩萨法、声闻法当中呢，它就比较能够沟通，而不是对立，啊，也比较知道他们啊，这个各有各不同的那个特质，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本质是不是一样的？只是量的不同哦。啊，解脱的本质，涅槃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只是量上的不同哈，啊。到成佛，它是尽虚空界嘛。啊，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声闻所体会的空如什么毛孔的空嘛？菩萨所体会的空如什么虚空的空？啊，量的不同，但是空的值是一样的。啊，空的值是一样哦。好。那么接下来哈，啊，这个讲到说观察修习的时候，不妨我法别观，啊，可以分别的来关照所谓的我跟法，啊，如何的来观察无我？那么就是要讲说依五蕴而有嘛，啊，我不过只是五蕴和合，不过只是十二处和合，不过只是什么十八界和合而已。啊，我不过只是不离五蕴假合的身心啊，所以呢，我们去观我性空，就需要，啊，就必须在五蕴合相续当中来观察。啊，也就是说，如何的去观无我，那么就要知道呢，五蕴只是不过五蕴合出来的我而已。啊，所以会有别观跟什么？总观就是观无我，别观呢就是个别的从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分别的来观。啊，所以在248页这里就会有三观，
到四门五求到七世，啊，也就是说这五蕴里面的先分别观就是从色蕴，所以心经里头是不是也在观五蕴啊？观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嘛，对不对？啊，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不是都用色先观，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有没有？啊，所以呢，先从色。啊，色跟我之间的关系，啊，是不离不即的。啊，色不即是我，但是色也不离是我，不离色，因为这个我也无法离色。我跟色之间的关系，我跟受之间的关系，我跟什么受之间、识之间，还有什么这个行之间的哈。啊色受想行识嘛哈，但是分别从五色开始，那三观呢，就是先从不离不即哈，不即不离，然后再加一个第三个叫做色与我不相在，哈，色与我不相在，那这里哈所谓的不相在，就是我不在色当中，色也不在我当中。那这个也是从对治啊，从这个离执当中所分别出来的。好，所以呢，从不即不离到不相在，这个叫做三观；到四门呢，其实也一样哈、啊。这里有四句哈、啊，说色不即我嘛，不离我，有没有？色是不是也不离我？啊，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所以他这里的这个不相在，就是在讲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是不是就是从三观变成什么四门？这样知道吧？啊，一个从即跟离。然后就是相在，这个叫三观。以四门来说的话，它也是即跟离。相在的话呢，就是色跟我，啊，在不在这个当中啊？在不在啊？或者我不在色当中。因为这两个相在，就是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这个当然都要加个不了哈，这个也都加个不。然后到五求呢，前面这四个都一样，到第五个就是色不属于我，属不属于的问题了，属于。好，到七世。这个即啊离啊都一样的，啊，然后呢，它会有这个叫做具知，这个叫做依知，跟知依啊，互相，它这是不是相依相成的？啊，所以它也一样，它这也用依跟什么，意思，有没有？它是不是用依还有什么离，然后具知，依知。知一还有知句跟行别嘛，就会跑出七个来啊，其实都一样的，这个衍生出这两个，这两个再跑出这个，然后这个在这边再多出两个来，好，我们来看第248页，有没有？这样不晓得看得出来吧？哈，三观三，一个就是色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然后不相在，不相在是不是就跑出一个我在色还色在我？好，再加到五求，再多了一个，啊，再多了一个什么？色不属于我。
哦，色不属于我。那在四门里面哈，在248页246第八行有没有？因为有四门，再加上五蕴，不是加五蕴啊，乘以五蕴呢、啊，就会变成20种我所见。4乘以5有没有？这样知道吧？因为我们只有讲到色蕴而已啊，对不对？四门看得到吗？你看。哦，所谓的四门就是这里讲的四句啊，有没有？好，那到中论多用五求来破除，也就是在四句以外再加一句，叫做色不属于我，有没有？啊、哦，然后到了七法来观我，啊、哦，那么前面的一就是即嘛，离。好、哦，一知跟知一，其实就是一个色在我或我在色。聚一，聚知，就是属于不属于，然后再加一个什么知聚跟什么行别。哦，知聚跟行别，然后形成所谓的七识。哦，所以在249页24第5行。哦，月称论师的七事观我，就是依据经中里面所说的三观四门五求有没有推演而来的？这个就是色蕴跟我之间的关系。那还有想蕴，哦，受蕴、想蕴、行蕴跟什么识蕴嘛，哦。好，那月称哈、哦、用官车来做比喻，说用烧车的方式，那么导师说啊，何不以拆车啊、哦、拆车来比喻哦？那当然，在这个支句哈、哦、或者这个行别支句这里哈、哦，在248页有吗？所谓的支句就是。句法有多种啊，因为这个句也是假和不实在的，啊、哦，也是用各种的材料聚集在一起，啊、哦，比方有要盖房子有木、石、砖、瓦，啊、哦，随便把它聚合起来，不一定会成为屋，啊、哦，所以呢，五蕴在众生在五蕴当中也不一定就能够聚合出我来，哎，也要众缘和合，哎，对不对？不是只有因就够了，还要包括有缘，是不是才能够合起来？哦，那么如果在这个句子里头我不成，那么又会去执着那个行别的自我，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样子了。哦，它可能不一定是个屋子，它可能变成是一个猪舍，变成是一个仓库，变成是一个车库，是不是都有可能啊？就会行别了嘛。哦，就像能不能聚合出这个我来？那我到底全不全？哦，有时候不全的我也是我啊，对不对？啊、哦，有时候这个六根六识不一定长得很全呢、啊。哦，那是不是只要我出生了，那这个还是个我嘛？哦，所以呢也会有形别的，哦，也会有形别哈、哦。那总说呢，就是透过。三观四门五求到七识，啊，到七识来讲这一切哈、啊。不过这有点复杂了哈、啊。那月称论师用烧车来做比喻，啊，说这个就像烧车，不但车子不可得，它的这些轮轴也不可得。好、啊，那导师说，如果用拆车呢，啊，就等于车子拆掉。车子不在了，但是轮轴啊、柱子这些是不是都还在啊？那些材料还在，哦，但是这个材料如果再去分析它呢，轮子是不是也可以再拆啊？可以再拆，哦，拆到，就说可以拆，其实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哦，其实是无实体的这个不变的
主宰的东西在那里。好，好，那我们到250页，那250页第二段啊，这里说说到法空啊，那么我们来观一切法的不可得，以中论呢，就观四生不可得为法端啊。所谓的四生不可，四生的不可得呢，啊，就是在讲有因生跟什么无因生。有因生里头有自生、他生跟共生。好，当然无因生这个是不可能生，但是有因生呢，其实并非自生，也不是他生，不会是自生、他生，更不会是共生。所谓的自生、他生呢，都比较从现象来谈呢，就说我到底是怎么生啊？怎么生出来的？自己不能生自己嘛，我不能生我。那我们会想说，那是父母生啊。但是到底是父生还是母生？我们说啊，是母生。但是光是母亲是不是也还是不行啊？还要有父亲嘛，是不是？所以也不是只有一个他就能够生，或者自他共生。其实这个都是比较从现象来想，所以这四生呢都不成哎。因为从相来想，其实四种生都不生，那是什么生啊？因缘生，叫做缘生。所以我们说这个我是怎样，是不是缘生出来的？是因缘生出来，不是，不可能无因生，也不能是怎样，我自己来生，对不对？也不能是只有一个他来生。或者自他来共生，这个都是这三个啊，主要是从相来想的了。啊，其实相不能生相哎，相没办法生相，因为我们的相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从因缘生出来的？啊，不是相来生相，这个是等于相在生相一样。因为如果说这里包括一个我好了。这个自己是不是也是我啊？这个我也还是相，相生相，相生相，相生相，这个都不可能。无因生当然更不可能，哦，所以呢，不是四生是什么？是缘生，简单说是缘生，哦，或者叫因缘生一切嘛，对不对？中观是不是专门讲因缘生啊？会因缘生也会怎样？因缘灭，哦，所以中观呢？会观四生不可得为发端。好，那也因为因缘生的缘故，那么才能够达于什么无生，有没有？何谓无生啊？灭后不再生。所谓的无生是不是要灭后而不再生啊？涅槃嘛。所以这无生说含得什么无灭。既然会无生，是不是才能够无灭啊？有生是不是必然有灭？啊，但是呢，能够灭而不再生，无生是不是才能够无灭啊？啊，要能够证得无生，那是四果，对不对？但是菩萨呢，无生法忍有没有？对。啊，的这个无生，那么其实含着无灭，简单讲是无生，其实无生无灭叫不生不灭嘛。哦，叫不生不灭，那这个也就是从什么，能够证得无生，其实也就是涅槃，从涅槃意引生出来的，涅槃的即灭意，生死的后有而不起，有没有？是不是生后而不起啊？哦，这个灭后而不再生，那么就能够得尽智无生智，有没有？也即得涅槃。哦，尽智，哦，尽智等于是这个尽到了那个智慧的那个边界了，啊，哦，也等于到了生死的边界，是不是可以解脱生死啊？哎，其实，那
那这个也就叫无生智。所以我们的智慧呢，都是叫都可以说是无生智，叫做一切智，有没有？一切智，啊、哦，也就是能够灭后而不再生，灭后而不再生的涅槃。好、哦，那大圣哈、哦，大圣达一切法本来自性涅槃，所以能够通达无生嘛，啊、哦，知道一切法怎样本来不生。所有一切法其实是不生的，为什么会生啊？因为我们有情众生有为造作，我们有执着，是不是就去造作啊？就开始在那边排列组合，排列组合，让缘因缘合合出山河大地，合合出有情众生嘛，合合出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啊、哦，这个宇宙人生啊，对不对？这个是有情众生的什么？透过执着。是不是才会去因缘和合啊？啊，因为我们有情众生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对不对？不断的在执着，我们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做，一直在有为的造作，刻意的造作？其实一切法本不生，那我们刻意造作之后，让它缘生之后，是不是又要缘灭啦？啊，就在缘生缘灭的无常里头，我们就不断的生死轮回嘛，对不对？哦，那要如何能够跳脱呢？就是要能够证入涅槃，哦，所以呢，大圣众不生啊，而中论以四生为主要的关门，哦，所以中论呢，就要从四生不生不可得里头来观，哦，好，所以呢，我们要去观察。哦、诸法的无生性来讲的话，就是要去寻求法的自性不可得啊。为什么能够证得无生？其实也在于什么？自性的不可得哎、欸。啊、哦，因为自性以实在性为根本，而含摄的不变性、独存性，有没有？乃至于有独存性，那个主宰性，那个是不是自性的定义啊？啊、哦，所以我们要去观。法空无生，也要从无常性、无我性来观，它非有实性，哦，非实有性啊，才能够去入空无生性。我们是不是要能够希望能够证得无生啊？菩萨也要怎样？透过无生而法忍嘛，哦，所以无生，那么就要先从什么无常观，要从自性的不可得来下手哈、哦，这是很重要的哦，哦，因为。这个我们都在讲中道的什么实践哦，对不对？哦，中道的实践嘛，哦，所以在我们第250页第二行说，如何的去下手，首先就是要观察自性不可得来下手，哦，从无常观开始，哦，知诸法如流水灯焰呢，哦。一方面观察诸法心心生灭，习习不住，是不是不断生出新的来啊？啊，瞬息万变的，啊，习习不住，没有哪一个时间它能够固定不动在那？有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固定不动的？啊，停顿在那里啊，都没有办法。所有的因缘其实它是不断的在生灭中哦。叫做心心生灭，习习不住。啊，一方面要观察诸法是如此的，再一方面要观察，啊，要能够正观为续续非常。啊，这个时间是一直延续性的，非常就是无常嘛，对不对？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啊，不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这个叫做无常观，也透过无常观而悟入空性。通达一切法空性啊！啊，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无常。为什么无常？是因为它含有甚深的空义嘛，对不对？那以大乘法来看，就是所有一切都性空，才造成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上的什么无常啊？啊，那来通达一切法空性，这个叫无常观。透过无常来观，透过现。无常的现象来观它的法性啊，因缘法不断的在流变，是不是不断的在流变呢、啊？我们的这个我是不是也随时在变啊？
细胞一直在变，欸，分分秒秒刹那刹那间是不是一直在变的我啊，哦，有情众生如此的变，无情的气世界是不是也在变，也不断的在变哦，没有办法停住的，叫做心心不住，心心生灭，息息不住，而且是续续非常，对不对？续续非常的哈，那这是无常观，还要做无我观，无我观呢，要观所有一切法如同那个树炉啊，好像芭蕉叶一样，芭蕉叶一层一层剥到中间，它没有柱子，没有一个中心柱，没有，都是一些叶子包在那里，中间是空的，都是这个依此力比依彼力此，这个没有独存性，那相依而成，那这个芭蕉叶当中的波当中，中间没有那个柱心的，没有，这个叫做无我，用这样的比喻，用这样子的观想来想象，其实并没有一个独存不变而主宰性的那个自我的东西，没有那个，所以叫做无我嘛，叫做无我，所以呢我们观察法空，从无常观到无我观之后呢，我们就要观所有一切法的相续合合当中呢，要观自性的了不可得，那么也就依此来离一切妄执而自证，因为我们要去观自性不可得，也就是观性空，因为性空所以自性不可得，对不对？那主要就是要离什么，这也就是所谓的离相泯相而达于什么灭相现前嘛，因为离一切妄执才能离相，我们在相上面是不是都有妄执啊，我们都各执各的相呢，同样看一盆花的感觉，是不是各有各不同的感觉的看到的现象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理解到它性空的话呢，才能够去离这一切妄执。离相泯相才能够怎样灭相现前？灭相现前也就是自证什么涅槃。所以圣者他证得涅槃，他是自证的。他不需要佛陀来告诉他，当然有佛陀，当然应该不是说佛陀告诉他，而是圣者他从法自己就可以知道，菩萨我们说到七地圆满的时候是不是有佛陀来为他受记啊，但是圣者我们在超凡入圣的当下不需要人家受记的，因为透过法能够自证，是清楚明白的，如果不清楚不明白，那表示没证，是不是？如果我们都还糊里糊涂，当然没证了。证的当下一定是清楚明白的，叫做自证。那个涅槃相的现前，那是无法言说的，所以也没有人，没有，不是别人来说，不是佛菩萨来告诉我们说，你证得涅槃了，不是，而是那个涅槃的现象它自然显现，我们。证道的人自己本身会怎样清楚明白，那是自证的哦，所以我们说佛陀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自觉自证啊，但是他到了七地圆满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佛陀来为他受记啊，就像那个云童嘛，对不对？佛陀是不是也曾经是个云童，由那个燃灯佛来为他受记嘛，那是到七地菩萨但是我们在超凡入圣的这个涅槃的当下是自觉自证的，自觉自证的。所以主要还是在破除我们对什么，对自信妄执啊，因为我们的自信妄执是不是一直执着真常一的根本观呢？有没有？我们往往是如此的去体会到，其实我们要去破除，要去拔除，有没有？在251页的倒数第四行。要去拔除自信妄执，我们的自信妄执就是从我们的什么，这个以为有这个不长不断因为我们会一直会以为有个一呀，所以要是说不一不异嘛，因为有个长，以为是，所以我们要透过不长不断来理解，对不对？
这个存在呢，它不是真实不变的，啊，它是变化的存在。